这块又开始弄上架子了，这块可能也要再弄一个这样浮下来的桥，上头再弄个建筑，再搞一摊儿。说实在的，这要是跟北京全算违建，人家们原来就这几个谷仓子，是个仓库，是个码头边上的仓库，我觉得他改改也就算了。边上这个所谓的这个全是这种搭出来的浮桥，上面又弄着建筑，然后后面这建筑还又加盖了好几层在上头，这个也就最多他说他是由那个这个码头配套的工具房还是什么的，就是基建的那种相当于物业屋还是什么那种码头的配套房子改的。反正他就算是改的，他也是改成好几层了，以前你肯定也没那么多层的。然后那个这又开始这个扶着这桥上码头，这反正这个好几个都是新搞出来的，我感觉就是以前真的没有这么多，起码没这么多层，没这么显眼。都是后来一点一点搞起来的，就是眼睁睁看着他一点一点把这一块地盘里头能搭违建的都搭违建，越打越兴盛，越弄越猖狂。这是在的，不过北京也有那个什么，但是他那种就比这个规模小，都是一共一个集装箱，一弄一个集装箱，就摆明了就是临时建筑，那个然后就是那种最多算个路边弄个小摊儿的那种感觉，他最多是在一整片商业区里头自己搞一搞。像他这种，广州好像对这种东西好像宽容很多，我说实在的，我感觉比较务实，比较宽容一点，这种跟北京说实在的不会让你这么嚣张的，这么大规模的还弄得灯红酒绿，弄一堆灯生怕别人看不见，说实在的就不会这么搞，压根就一般北京都是属于比较自我标榜，就是说也不是，他就是因为你设规矩嘛，你设规矩总要有带头人呢，就跟那个班里的纪律委员班长似的，你要么就设了那个班规，你肯定别人尊不尊重你不知道，你那头几个班领导你得先那什么嘛，所以一般这些规矩的话北京自己设的会比较严一点，他自己也遵守的比较严一点，但是广州这种地方还比较商业比较务实，所以呢他就比较民不举官不究，说白了我看着他有城管，那城管整体上来说也管，但是呢也都是他想管的时候，管他需要严一点的时候，运动时执法一点的，整体我也没见过特别暴力的，我看了很多次那个我们这附近城管来执法，看上去都很那什么，都很反正我没看见暴力吧，就是基本上还是靠一帮人那个跟他那督促督着他啊，你这个不能摆出来摆这么多，你得收起来收进去，都是那样的，就然后呢上，反正我每次看都是上前自己那儿自觉自愿的赶紧往里头扔，他也不想开罚单，你如果不自己弄我不知道他后面会不会开罚单，但是他每次我也没看到暴力的把他那个一橘子呀什么直接薅走啊什么之类的，都是那上下自己在那儿把那堆橘子呀什么的往里头收。倒是见过那种街边的走鬼摊儿和那个什么的，那个走鬼就是被他赶到那个小巷的深处，或者干脆收摊走了什么之类的。我也耗不住，他这个一般都是两边僵持啊，耗着呀，然后呢在那慢慢收拾，就收拾的很慢。那个，你也不可能在这盯着超过五分钟那么无聊。你看他不起冲突，没热闹可看。人家打起来了你可能会看看，他都不打，俩人很文明很文明，就在那儿跟那个收拾床一样的，收拾床铺一样的在那儿收拾，慢慢腾腾腾收拾，你就没兴趣看了。
的这种打灯打到下面的这种，就是让人走路不让走路了，特别不喜欢这种，我担心晃眼伤眼。这棵圣诞树长得比较好看。这边这个是个西部牛仔风的，弄两个仙人掌。其他小街也是弄了个灯，有点儿。哦，这也弄了个灯。也是做了些造型哈。像这种往上打，我就是比较能接受。这种他妈的往地上打，然后从那光就直接从上面射人眼，我这种最讨厌了。往上打这种其实没啥，往上打不碍人眼的，那光不经过人眼的附近。这条街好像是没装饰过，是。前面虽然有些小店，但后面感觉是人家餐馆的那个餐馆的自己的后花园儿。啊，配合安全检查，打开提包，这是为啥？自行车整改，哦，不让弄电池。就挺满了。啊，对，这个好像是蔚来，就是现在国产的车，这新能源车还是挺多的。我觉得呀，就应该中国去一带一路东南亚什么的先去给他们搞充电桩，然后配合着中国的新能源车一起卖，就搞那种像特斯拉那样子的，那个跑那种各种商业中心呀，各种什么比较要高速路啊什么的那个地方，先给他一通建那个充电桩停车场充电桩。哎，这个招工服务员4000，兼职150一天，钟点工20元一小时。这边这个饭都不便宜吧？什么牛杂48，打包走呢？不能理解，牛杂这种东西一旦。不热乎了，冷下来还不腥啊，还能打包吃呢。不过这个天这么冷，这个吃火锅应该还蛮受欢迎。热腾腾的吃火锅应该还蛮受欢迎。看着也蛮多人吃的。嗯，上面这还弄温泉呢，不是喷泉呢，这么冷的天。挨家小队，这是晚上了，在餐馆附近徘徊，这都是挨家小队，弄个小电驴，小。特别小，特别小，可以放到后备箱里头。然后就给人开车开到家，然后自己骑个小电驴回家去。其实我不明白呀，他这个饭馆边上守着，吃完了送一单，晚上能接几单呢？他给人开回去，你就算半小时、一小时给他服务到位了。然后你再去一餐馆等着。
还能等上半场下半场，一天能接翻桌率能接几单呢？我真是觉得。不过也可能是像网约车那样，你以为他一直在路上瞎跑，实际上人家那个一单接一单的，一晚上跑好几单。又开始了，这也是跳操的。